我现在对中介的认知等于相当于是变回幼稚园的感觉，就发现新大陆的概念。我今天没问人吧？我现在一直没有看到那个中介，中介塔。我也没看到，反正我离之前那个点越来越近，白痴。带回家。哇，这个没有人拿过哎、欸，保护三跟修补哎、欸，他喵的修补，不时之需。那为什么钻石产会有幸运三啊？搞屁哦、喔！钻石产幸运三耐久三效率四哎、欸，那什么天运钻石考？附魔术有没有耐久三的附魔啊？不知道呢。那我们看到，你可以选择用 mending 啊。mending 我金修补了。没有啦，今天修补跟耐久三不能共通。是啊、哦，刚听刚这样讲一讲，突然觉得很像那种连续剧，选他，不然就选我。你说八点档吗？对，那种八点档的那种。哦，对，因为五月了嘛，所以我之前订的那个什么，那个转那个 Switch 可以转到萤幕上面那个叫什么棒，我忘记了。影音传输棒，它是叫这个名字吗？啊，对，影音传输棒是什么 ？Shadow Cast 的那个东西。哦、所以 Fopo 是买装在电脑里面的。它主要是装在那个 Switch 上面，然后它那个 Switch 再接在电脑上。我没记错的话，就是 Switch 用的截取，不管是截取还是截取棒。对啊，就是那样子的东西。我当时正好就看到了，哎、欸，是就还有看到就，觉得哎有点有趣，然后我就决定买一个。它有支援1080，对，它有支援1080，它有1080。其实基本上你也用不到太夸张的程度是。哇，有八图的石英的，八图个。好丑哦！怎么会好丑？你说我？好对，好丑哦！没事啊，我要盖阶梯啊，只是盖阶梯而已。破坏盖阶梯而已。为什么直接衍生变成红豆好丑啊？天啊！我现在觉得很不妙啊！他那个钻石头跟我讲是亲水性的，可是我很怕到时候合出来其实很烂的东东。亲水性。哇，真的只有清水性诶！天哪，他现在真的都只给我字面上的东西，就是字面意思，他没有衍生的含义了，他完全不肯讲任何东西。啊，一夜那个一夕回到解放前，我的等级瞬间变成九等，弄一弄，哇，九等了，好，楼梯不能切啊，好强啊！现在我有那个嘛，我有那个厨电箱嘛，然后我要做的是发电机，对不对？发电机，发电机要一个熔，要熔。发电机要小心哦，用错会爆炸哦。看来红豆是爆炸过很多次的。我当然我炸过蛮多次啊，自己玩的时候。哦、啊，做这么久，终于要做出那个水车。啊，他一次做出两个，那蛮好的，这样很好。那我的水车，然后再加上一个是什么厨电，是不是？老实讲 ，IC2 的水车很少在用，因为我只是要弄一个发电，类似像发电机，让它储电用的。对，不要把新款还是旧？旧款的水车好像要流动水，要填起来吗？还是悬空？哎呦，它长这样子，拿瓷砖填起来，然后电池我就放它后面，你看它有没有电？悬空、哦、有是有啦，超满的。哦，干，我是没关系，因为我平常不用太多、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水车发电量好低哦。这发电量真的很低，那就低啊，我不差。
电多发一点嘛，以备不时之需啊。你可以，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爱来发电？哇，没有，他用自己来发电就好了吧。你要被查水表了。然后这样子，然后之后是这个，那就火力发电机。你这电池箱子是很低等的，所以啊，然后橡胶木可以拿来烧，对不对？也可以啊，因为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bonsai，所以我觉得随便烧了。橡胶木也不能够拿来当做其他来当像建材之类的，我觉得蛮可惜的。橡胶木、喔，那个好像，我记得以前好像可以拿来弄，也还可以再抽，把它抽成那个弄出橡胶的样子。那绷仔有可以抽出橡胶啊，它有这样子的、啊，对啊。哦。哎呦，现在大概知道你们为什么讲说刚那个很慢了。我看到了，这样子看的话，说实在话，我只要一直升级我的发电机就好了。因为想考虑到我们这边有一直可以一直种树，然后一直生成树又采收的话，嗯，我干脆这个地方用，我干脆这边用漏斗之类的算了。他就可以啊，他就一直放进去。哎呦，投资炸药哎、欸，天哪！哎呦啊，Dynamite！你把工业 TNT 加上一根线，就变成投资炸弹了。什么鬼啊！这个，而且真的假的？而且工业炸弹是工业 TNT 是三个 TNT 加三个那个加六个碎石哎、欸，有投资炸药，还有粘性炸药哎、欸，超夸张！还有炸药遥控器耶、欸，发生什么事情了？粘性可以粘在墙壁。完了，你要变？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粘性炸药来玩。我都觉得、啊、你那个风力发电，然后下面那个电线没有包，那个是没包起来，对不对？对。你要小心。对，所以有一种就是好像随时随地，好像那边可能会引起森林大火的感觉，有一种迟早会死。对啊，你不觉得？我倒是挺觉得了。迟早会出事。只要不作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没错。就是走一走就自己摔下去，这样那个是神仙都救不了。走一走自己摔死。你走一走就那个平地摔死了啊，那蛮可怜。哎呀，啊、可怜呐、啊，可怜。好了，我现在对，我之后应该要先画那个情况从糟糕变得难以理解的图跟可怜呐、啊，这样子。以后每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直接丢这个东西出来啊！可怜、啊，有人放那个可怜啊图放在挡地板上，挡地板。对啊，我这个位置是不是放一放我就直接进去了？对啊，你现在差一颗对不对？我觉得你放就比较安全。好，我先放。开门听好大声，开门。对，开门的声音突然超大声。没有，只是开门没有进去了，我们在等你们。啊，这边也有哈啾啊。四罐而已，我把我身上多做的矿一下。好多哦，我现在身上是有三瓶那个回复药水了。啊，准备走了。我在用。噗。我直接跳到岩浆。哎呀，居然在半空中！哎呀，哎。哎呀，我接我。我错你了。是吗？呀，你要快。啊啊！你怎么是死掉了？不是。啊戒指飞不起来了，我戒指飞得起来，但是我刚刚好像因为说一点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说我下面的中介石直接被我穿透了。所以现在怎么突然飘一下，飞得起来啊？可是你就死掉了，是吧？老牛喷掉了，怎么 end 的那个、啊？踩回家！你的终点是 end 的滴滴。少天空的话，我有看到小安德啊，好痛哦！哦哇塞，等一下，杀回了，被给解决掉了。不是，我一瞬间突然被，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我的角色突然就自己绕一圈，自己眼睛晃了一圈呢。
所以在这边请记得先低头。我并没有刻意要看那个东西啊，真的是很诡异的事情。Oh my god！ 我是带着水桶吧？我带水桶啊！吃我的散射弓啦！你还在那边吗？他是不是死掉了？爆了！你可以 TPA 我啊，洛。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结束了。他说不同维度。喂！那你就先传 WAP， 然后再过来啊。等下那个 WAP 什么 ？WARP， 然后什么 End Portal？ 不要打我。TP 指令只有红色键，但 TPA 可以 WAP。左这边有一把像是刀子的东西啊。快点，落点 TPO。中介有个刀。哦。要拿。他 off gold 的。你看那是长怎样？有过来哈、哦。他是坏掉的刀，要修好。哦好。好。好你看他手上是半根而已。就半根。我看洛里的那个脑袋在那边漂浮，360度回转。我也看到啊，他在漂浮。有，瞬间变成芭比了。什么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扑，没有方块了。钻石？什么钻石？什么钻石？为什么中间有钻石？还有挖金矿，魔法的东西。哦，你是说那个中介的钻石矿是不是？那个？对啊，好酷啊、哦！百门。我一直以为那是假的。耶、yeah, ！钻石赚大啦！中介挖矿，好爽哦！都是钻石哎，然后挖一挖就自己掉下去了，这样。居然不会，不是现在最麻烦的其实是那个小安德的移动频率很快，我现在没办法理解。小安德会打人吗？小安德是你看到他会打你。问题是他移动速很快，所以他有可能就是飘到你的眼前。因为 Enderman 的情况下是你如果头抬起来会看到他，可是小 Ender 是你低着头有可能看到他，所以你往上看也不是，往下看也不是，只要丢他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像远方。还好我身上有力量。要干嘛？直接过去哦。对啊，直接回过去。哦，好。这边身上位置是够的，很好。然后这个是我躲进去啊，丢一颗珍珠，丢一颗珍珠啊！你完全忘掉是不是？我没有，我全部给洛林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啊，你刚问很明显，你完全记不起来。是丢中介珍珠还是中介之眼？中介珍珠，珍珠传送过去啊！天兵，到底五分钟一丢眼珠哦。你们该不会是一直按右键之类的吧？你这个铁粉啊，不，你们该不会是一直丢刀剑、丢眼睛、珍珠哎？所以你们是丢团脸？太久没玩原版那一块了，看来我们下次要玩回原版那一块。我发现中介真的很多钻石呢。对啊，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中介有这么多钻石，早知道做一做就可以做背包了。哇！钻石发大财。对啊，还做什么工业钻石啊？打，好钻石啊！中介钻石超廉价的好不好？果然地域不一样，他们的观念不一样哎、欸。啊，钻石我们都拿钻石洗脚胶。啊，应该磨破皮吧？我们都拿那个钻石拿来当枕头睡这样。哇塞，会太有钱了一点。啊，你在中介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了。看这边应该是没有其他东西。拔刀剑不能挡下那个剑不放。他可以，他可以砍下来了，他是可以砍。到他了。他是可以砍。好像没办法穿他。什么什么？什么？啊？等一下。啊？你帮我一下。我在打。什么？哦。你帮我猜什么？我补一下血。我以为我要踢贴你，怎么会是把你传过来呢？你按错了吧？对啊。啊，要断粮了，我剩4块牛排，不知道怨念可不可以吃？不行。黄豆想要成为贱娘是不是？他想成为贱娘。怎么听上去好像不太妙？黄豆想成为贱娘。
我只想那个画面不是很能够看，就是。因为探索到要断粮。要穿那个女仆装。你大概是 N， 你大概会是 N 卡那种的。应该是。啊，那个一出现的频率多到就是啊，不要再出现了，不要再红豆了。红婆红婆。然后我站在这个。那我去打他。我找到一个非常大的，而且有船的。啊，挂了。有船。我 TP 过去了。好。哇，我已经看不到。要虚哦。啊。我地图已经看不到了。这个很大，对不对？你们，我在你们的算正东方吧。是啊。我看到了，好远哦。我要想要用 TP。这太大了吧？这很大，天哪！直接踢过来了。哎，想要那边用那个漂浮的攻击我，别想。哇，这个超大的。这个好大，天哪！而且有船。那个对。船在哪一边呢？在刚刚右边其中一侧。然后哪一座呢？哎，我怎么好像看到，好像是。哇！它是长条形。又来。哦，你还记得放水？完了。Yes。真的好多。耶。我差点还被你害死。又是结婚戒指。还有超大锤。还有。加龙头。石墨科爆。等一下，你会不会站在床？哎呦，哎有那个超大的那，等一下，我先回去，我去。有那种攻击用的那种锤子，还是附魔的？哎，不平展示框哎，老道刚刚不做，直接在这拆就好了。你原来是为了那个东西吗？这也太夸张了吧你！不平展示框，你要的这个东西太不一样了吧？好了，可以准备直接轰回家。好，可以轰回家了。我可以先 save 那个 save 点，我 save 零四了。你留在那边啊，我先回来放东西啊。我就一二三四了。你是说我留在这兒？不然嘞？哇，好多那个建筑，来做一下。对啊，我现在严重怀疑他是在拼了命告诉我们说，赶快来参加建粮吧。他拼了命的跟你讲说，赶快那个。赶快开始那个建粮模组之类的，该玩建粮喽！快，要不然就把你干掉之类的。磨豆机是磨红豆机，不对吧？不是磨咖，不是磨咖啡吗？这就是你的问题啦！告诉你不要用，就是告诉各位不要拿食物啊跟什么的去做名字。要不然被损，会被损的很严重。我是说真的。对。我当名字。就是当那个你在网络上用的昵称，不要什么啊什么啊，老什么、啊、小什么大什么的、啊，然后不要食物动物啊什么的，也不要取什么厂牌名。你要知道之前曹哥那个之前他取的名字叫台湾雀巢，然后后来就这、哦、就对就被弄了。当时大家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没有，就是会这样子。我们应该不会特别玩到那个。可能吧，你感觉会有其他人想玩？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我们至少在自己家这边前面应该是不要玩可能的、啊，会崩砸哦。对啊，我是怎么想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碰这个，可能。那我觉得要玩，我们去村庄玩好了，大不了把村庄毁掉。哇、哦，难怪那个庞贝村再次面临的危机，爆炸。